明天早上第一场日本，然后休息一场之后对美国。上一届的队友是说啊，他们的脚程都还不错，然后都是退役军人，准备就其实就全力以赴啊，不要想太多。之前啊打第四棒压力蛮大的，就是把自己的角色要扮演好，全力以赴。对，就是要打好球，不要打坏球，尽量帮球队多打一些分数进。觉得很兴奋，尤其是看到韩国队在练球，他们看起来都好手好脚的，对，很想把他们打爆。日本是一二届的冠军，然后美国是第三届的冠军。对，那基本上他们是强队，那只要我们这两天都过了，那就是坐而忘矣。所以明天大家拼一拼。